牛肚和芹菜焯水捞出备用，我们在山东费县大集，田超给做一道爆炒牛肚。这是他在大集效力的第七个年头，我们持续关注他的烹饪和锅中放油。大集是山东文化的传承地，已经有了数百年的历史。田超是新一代的年轻摊主，和锅中放入辣椒。田超的动作干净利落，身体随之舞动，烹饪带给他的不只是收入，更多的是快乐。加入牛肚和芹菜，时间来到30秒钟，我们持续关注他的烹饪。盐、味精、鸡精放入锅中调味，一勺醋。进行到这一步，田超这一次的烹饪我认为是成功的。好，加入洋葱，酱油，高山流水式。作为一名农村长大的孩子，大集上的烟火气永远是我记忆深处最美好的日子。最后加入大葱，关火出锅，一代新人换旧人，祝愿大集文化源远流长。